打开手机淘宝、手机天猫，直接摇摇摇，参与跨屏游戏，限时购优惠券、百元红包等你抢。好美丽的布拉格！今天你们将和一支由十位捷克兄弟组成的团队进行一场友谊赛。我们这次赢得不要太惨。你开什么玩笑？你先保证不要输得太惨了。小心，好有压力。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场比赛。好美丽的布拉格。有没有觉得现在非常的高大上，是吧？整个气质不一样。我觉得今天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Today is a beautiful day. Today is good day. 哇，这个感觉有点。小心。哇 ，Good morning. Hello. 我吃的早饭不应该吃。欢迎大家来到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布拉格拥有1000多年的历史，它的整座城市都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哇哦！你们身后就是布拉格最著名的景点——城堡山、查理大桥和捷克的母亲河伏尔塔瓦河。哎，你们对布拉格的印象？我就站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那个崔永贝，对，那确实是我小的时候听的一首歌。嗯。在大家今天开始布拉格之行之前，我们还有两位兄弟要加入到你们当中。等一下，等一下，兄弟就不要出来了吧？别来了，还兄弟干什么？没关系，我热烈欢迎啊！这什么？我们穿成这样，你们说热烈欢迎？谁呀？我们请两位兄弟去和尚一句，他们只要赶出来，我们就敢扔下去。我同意，同意吗？同意。哎呀，兄弟都来了，在哪儿？刚是要把我们推下水，推下水。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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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你想要谁随便。我觉得我主动一点吧，因为就是我出道的第一部戏是跟热巴一块的。哦，但热巴那时候已经出道10年了，是吧？热巴那时候已经出道10年了，是吧？第一部戏是李老师你在拍。热巴那时候都已经吸引了，怎么着？那我选雅文，他演过我好朋友的老公。对，哎，你知道雅文身材特别好。对，行走的荷尔蒙有一个外号。行走的荷尔蒙啊，你听这个概念。行走的荷尔蒙啊，我是行走的胆固醇嘛。这是行走的脂肪肝。今天大家的布拉格之行将会非常特别。今天你们将和一支由捷克各行各业兄弟组成的团队进行一场友谊赛，他们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先来一起认识一下他们。欢迎我们的捷克帅哥夏普。你好，ahoj, jmenuji se Vojta Bernacký a jsem televizní moderátor a sportovní komentátor. Díky hlasům televizních diváků jsem získal a těším se na vás. Šiši! Ni hao, jmenuji se Roman Vojtek a jsem český herec. Ni hao, jsem Markéta Gubová, jsem profesionální modelka. Ni hao, jin čau, jmenuji se Jirka Babica a jsem kuchař. Jmenuji se Lukáš Dlouhý, jsem profesionální tenista. Ni hao. Já jsem Jana Tvrdíková, jsem modelka. Ni hao, Angela Baby. Jmenuji se Katka Sokolová, jsem modelka, herečka. Ahoj, jsem Tomáš Karel, jsem profesionální kickboxer.
Šestkrát jsem vyhrál mistrovství světa. Ahoj, já jsem Karel Vejmoka. Jsem okrový brankář týmu HC Kometa Brno. Jsem kapitánem fotbalového klubu Slávě Praha a jmenuji se Milan Škoda. Členové hostujícího týmu, dlouho jsme se těšili na vás. Slyšeli jsme, že máte týmového ducha. Proto bychom s vámi rádi uspořádali přátelské utkání. Abychom změřili naše síly. Jste ochotni přijmout tuto výzvu? Budeme vás očekávat na místě soutěže. Pnupaupa, šantý. Pnupaupa, šantý. Pnupaupa, šantý. We are family. 哇，国际比赛就是，我闻到了硝烟的味道。 A díky dohodě o strategickém partnerství, což už je větší oblast, se počet čínských turistů v České republice během jediného roku zdvojnásobil. Přeji tedy divákům vašeho seriálu, aby s napětím očekávali, jak bude vypadat další díl. Děkuji. 我们的那个使命好重大，是的，不仅感到欣慰，而且觉得自己特别的有意义。我们做的事情，是的。首先啊，我们看到是杰克这次对于我们跑男的非常重视，就是说请出了应该是说他们所有行业的，应该是国宝级的精英。对，所以我们这次赢得不要太那什么。你开什么玩笑？赢得不要太，那是我的。你先保证不要输得太惨，我觉得就已经不错了。 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大家可以先通过一天的任务来感受布拉格这座美丽的城市。每完成一项任务，就会有机会获得由MC提供的纯金的金牌。嗯，再说一遍，纯金的金牌。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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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接下来大家会分成两组，一组前往布拉格的老城广场，另一组前往查理大桥。查理桥啊！哇哇！哎，哇塞！布拉格是欧洲著名的旅游城市，每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上千万游客慕名而来。查理大桥也是必到的景点。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任务，背游客踢鞋。背人踢游客嘛？在你们面前的安慕希酸奶的瓶底贴有要寻找的游客的要求，每位成员从三堆当中各抽取一个来构成自己的寻找标准。我要最后这个。我们来依次揭晓你们各自的找人的标准。哦天哪，希望是男。哇哦，卷发一米九以上，好想难找一下，一米九以上你怎么背啊？你什么？金发，女的，1.8到1.9米。我是红衣服卷发男，金发应该好多呗，1.7到1.8米，波兰，那得去找波兰人才行。素涵是什么？看一下，直发，哎，我喜欢。衬衫女，金发1.8到1.9米女性，你就难为死我吧，你看这个身高够了，没头发呀，这个女，直发衬衫，直发衬衫，哇，哎呀妈，哎哎哎，有点意思。那没关系，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直发衬衫女，走，走吧，没关系，走。您在出发前用前后2000万拍照更清晰的 OPPO R11拍张照片。好悠闲啊，为什么我们要完成任务啊？我们不能在这边安静的
安静的享受这种美景吧。Anyone from Poland? Anyone from Poland? Anyone from Poland and with golden hair? Do you have 170? Yeah, about 170. Great, I love you. 有吗？让开，有了吗？你有了吗？没有。妈妈，我没有找到。不，他是啊，来自波兰的。哦，哦，他可以。哦，他可以。一，我找到了。哇，还差一个谁？差亚文哥。就亚文嘛。嗨。好可爱哦！哎呀，手好小啊！发呆，发呆，发呆了！哦吼！他抓我抓好紧。1.8到1.9女性，你们是这么就断定说西方女性身高一定有1.80吗？啊，找到了吗？找到了吗？我找到，但人不愿意跟我走。你呢？你是？我们已经完成了，来帮你找。啊。OK。1, 2, 3，哎呀，差一点。哇，也太难了。Sorry, my pig. 1, 2, 3。拿到了吗？耶！哎呀，哎呀，我感觉我有点背不动啊，有点背不动啊。好背你吗？对，我来吧，我来吧。我没事，我背你吧，来，来，走。上没关系，1、2、3，走。走。没事，热巴，他比你，等一下，哦，没有，我可以，我可以，一二走，你接好了，你看，拿拖鞋啊，一二三，走。一二三，走，走。哦耶！哇，他很轻。热巴，你要背他吗？我试一下吧。你真假的？你真的要试啊？垫着地。先试一下啊。哇！你确定吗？哇塞！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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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我们都成功了呢，对吗？对，就差亚文哥了。哎，鞋子呢？一次成功了。咦？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15分钟。哎，鞋子呢？然后你们四位都已经哦，就亚文嘛，只是在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所有人完成才能抽血？哦，快去帮亚文找人。
欢迎大家来到布拉格最著名的旅游地标之一老城广场。当年蔡依林有一首歌《布拉格广场》，让很多人知道了这个地方。所以接下来我们这项任务跟布拉格广场这首歌有关，请来领取任务卡。难道今天我们要跳这首歌吗？根据歌曲《布拉格广场》的歌词内容，按要求演出并拍摄相应的画面。大家先通过 OPPO R11 手机里的随时随地记录生活与五亿人都在使用的短视频 APP 快手来观看原本的布拉格广场的视频。我就站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你们要拍摄的内容是副歌部分的词与歌词。哦，歌词内容，一个人在本着另一个人也不习惯，好难呢、啊。戏剧圈没有教过我们不习惯才会怎么演，这个看要求外国友人在一旁演不敢看。现在你们要通过抽签来决定各自要扮演的角色。我要挑战我的勇气啊！不管怎么样先穿上吧。凡事都要瞒着自己。我不太认识这个人，他是谁呀、啊，可以吗？你这是个什么物种？你是什么物种？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起码可以演成一个比较娇贵的一个。我是个橄榄球运动员。这是群称啊。就是这样的吧？哎，我这穿对了，你看。哦，那个不错。这个 ，Hello。You, yes, you. Come on. 他是我的丈夫。嗯。You is my husband. OK. OK. 先要拍鸽子飞是吧？好，鸽子飞啊。好。You and me.Look the 鸽子怎么说 Let bird 对 Like me OK 好开始啊。那群白鸽我觉得挺好的，你看，这鸽子太低了，一定要在蓝天。我跟你讲，这掌握的非常好，好完美，这都有，这都有，这都有。Thank you. 哇哇，哎，应该要这个帮我们配一下。上来了，可以获得三枚安慕希金牌。
好艰难的任务啊！我先抽一个，看看有没有，好吧？这是有吗？这是钱啊，杰克币。那我顺便抽一个，也没有，陈哥，我送不了你了。哎，我都有。安慕希，你的足金。雨辰，你确定吗？确定。人送的也算，对不对？这样，他们来伴唱，好吧？他们来唱歌，好行。你来拍，我拍，然后我来投下希望，好，好不好？好丢人啊！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OK，3, 2, 1, go。我就站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在许愿池投下了。看到他还会嫁给你吗？会杀了我的。好，这条算是完成了，谢谢。哎，有钱的买个真心，有钱的买个真心，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乡亲们。大家已经按照要求拍摄出了所有歌词的内容，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大家拍摄的 MV。哎呀，哇塞！哎呀，哇塞！是一个小型剧组啊，对，我们是布拉格奥斯卡。恭喜大家完成挑战，所以你们获得了抽取安慕希金牌的机会。女士优先，女士优先，问问你们，你先，女士优先。好了，三、二、一，嘿，嘿。我给你换一个吧。仁义啊，兄弟啊，兄弟！我真的认为啊，其实拥有这个东西更有意义。你想，这块钱币永远的留在家里，谢谢。这个厉害了！欢迎大家来到斯梅塔纳音乐厅。斯梅塔纳是捷克著名的作曲家，捷克古典音乐的奠基人。这个音乐厅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啊，斯梅塔纳。斯梅塔纳。布拉格拥有非常浓厚的艺术氛围，几乎每晚都会有不同形式的演出在这个城市上演。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个任务就和音乐有关。今天没有什么问歌名的这个比赛，问歌名的这个比赛吧，是猜歌名吗之类的？又和音乐有关，请来领取任务卡。友谊之歌，
猜歌名，兄弟团通过抽签分为三组，与杰克友人进行传唱接力，最后一棒猜出歌名和正确段落的获胜，可以抽取安慕希金牌。现在有请我们的杰克的朋友上场。欢迎欢迎。嗨，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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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有，好，我们安静一下，每组介绍一下自己的 friends。What's your name? Daddy. 他是我的 Daddy 啊。Daddy. I'm Martin. Martin. Hi, Martin. 我们这边是 Christina. Yeah. And Phi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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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欢迎。我们这有 Nico and David. 欢迎。Welcome. 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我们的比赛。首先，我们从陈哥你们组开始。哎，为什么要从我们组先开始？你们人多，我在这个项目里面算一个人吗？我在这个项目里面算一个人吗？我觉得应该让行走的音符先来说。我们先来，好，来吧。啊，请来领取你们的第一首歌。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你就像那冬天里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好，准备，三二一，开始。三二一，开始。你说是你的爱情，开始。你说是你的爱情，你说是你的爱情。One more time, OK. Look at me, look at me.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他学了动作，没有学歌。你口，你要唱唱出来。You can do this, yes. You can do this. Do this. You can do this. OK.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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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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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哎，你也失去语言能力了吗？我只要告诉让他猜到什么歌就可以啊，旋律，音乐主要是旋律。你够想要哪个梦？哪个梦？又加我，又加我，你该想要一把火。OK, one more time.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你够像个一把火。Yes! 一把火。Yes! Yes! 哦，厉害了。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像个像个一把火。一把火。Cool, nice, nice, yes! Cool, nice, nice, yes! Yes! Cool! OK, go!怎么可能？你不能再说话了啊！你个性格硬巴巴，你个性格硬巴巴。你个性格硬巴巴，性格性格猛个个，性格性格猛个个。这是念的咒语吗？然后会变魔术出来是吧？其实这样已经很好了，已经能猜出来了。你个性格一把火，你个性格一把火，性格性格猛个猛，一把火，猛个猛，一把火，猛个猛。
您哥性格，您哥一把火。Baby 都对了。你就是那一把火。您哥怎么唱来着？您哥性格一把火。你就不要再这样了。你不知道刚才说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我不知道那首歌怎么唱。热情的一把火。音乐黑洞 Angelababy。 你就是那一把火，一把火，一把火，你就是那一把火。 OK OK， 来来来来来，你就是我一把重，一把重，一把重。Yes Yes， 一把重。No Nice Nice David Continue。您就心中心中一般一般中中一把中一把酒一把酒。一把酒一把酒一把酒，就是那一把火，熊熊火焰燃烧的火。 Yes， 是那个吗？叫什么歌？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 Yes Yes， 对吧？ Nice Yes， 中华小曲库。我们听一下原唱。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因此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嘿，这种这种呀，火光照亮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燃烧了我。 OK、yeah. 好，恭喜黄队第一首歌正确，现在田林请您的第二首歌，请大家戴上耳机。这首歌你好喜欢呢，张老三，我问你，是吗？肯定是，是吗？你的家乡在哪里？什么？笑什么？好，准备开始。我是一条小青龙，小青龙，小青龙。我有许多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我姓郭，小青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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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许多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Yes， yes。我有秘密，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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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密。小机密，小机密，小机密，小机密是一首新歌，是一个动物歌吗？麻辣小龙虾呀？什么？麻辣小龙虾呀？椒盐皮皮虾，动物园里有的，听不见。OK， 我也是小机密。完了，到那边就废了。我有一只小七米，小七米，小七米。我有一只小七米，小七米。我有一只小七米，小七米。Wonderful。我有一只小七米，小七米，小七米，小七米。什么？Baby 交给他的就这么多，那你能不能猜出来？妈妈，妈妈，一个小鸡米，小鸡米。我有点猜到了。真的吗？肯定猜到了。这是我小时候看的。对。哎呀。是你的歌名。我是一条小金龙。耶、yeah! yeah!。
真的假的？并唱出段落啊。我头上有犄角，我把全唱了。我身后有尾巴。这首歌，谁也不知道我有多少秘密。我有一个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我有一个小秘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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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秘密。到底有多少个秘密呢？不告诉你。你真的很厉害，你真的成语。好，恭喜超哥回答正确。这样你都猜出来了，怎么可能啊？其实听到那个节奏我就应该知道。当然了，我跟你讲，你小时候肯定主看这个。恭喜黄队，你们两首歌全部回答正确。现在我们交换顺序，请下一组出战。我们来吧，群哥，来，白队来吧。请白队领取你们的第一首歌。哦，我们会唱啊。哦，天哪！你像他们那都好比划，我这没法比划。好，准备，三、二、一。开始。Everybody look at me. Everybody look at me.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你想加什么戏？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哇塞！哒哒啦滴哒啦哒。哒啦滴哒啦滴哒啦，滴哒啦滴哒啦哒，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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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滴，临旁有一条江，它滴哒哒啦滴哒啦哒。Yes， 哦，这音准真好。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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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滴滴滴滴滴滴滴答答，哇，唱得很好啊！哇，这个 copy 太厉害了。来吧。滴滴滴滴滴滴答，滴答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答答，滴滴滴滴滴滴答。我唱。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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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滴滴滴滴滴滴答，滴滴滴滴滴滴。Yes, yes, nice.滴滴滴滴滴滴答，滴滴滴滴滴答，滴滴滴滴滴滴答。滴滴滴滴答，滴滴滴滴答答。Yeah， 滴滴滴答答。Yeah， 完了，我跟你讲，废了。我们是已经完蛋了吗？我真的特别同情你，是吗？真的真的。滴滴滴滴滴答答。滴滴滴滴答答 ，Yes， yeah， yeah， amazing， 真的吗？真的 ，Really？ 滴滴滴滴滴滴答，滴滴滴滴滴答答 ，Yeah， 答答答答答答答，打死你，打死你，答答答。首先这已经垮了，滴滴滴滴滴滴滴答。滴滴滴滴滴滴答，对，我是比较，你已经尽力了，你已经尽力了。我是比较客观的，比较客观的，我再听一遍啊。滴滴滴滴滴滴答答答答，滴滴滴滴滴滴答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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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叫什么来着？叫就叫，就是那个。滴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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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爸不是爸爸了。Oh my god！ 你就是喊爸爸也没用。你想嘛，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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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答答，滴哩滴哩滴哩滴答答，滴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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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答。但他没有答答呀。滴哩滴哩滴滴滴哩滴答答，滴哩滴滴滴哩滴答答。感性的来吧。小桥流水哗啦啦是吗？小桥流水哗啦啦，你们这个组编歌的能力也是蛮强的。来，现在请小鹿公布答案。我们就叫小桥流水哗啦啦。好，那我们
现在公布结果。旭文跪下，这是另外一个世界，所以旭文是没有听力的。我就看着这个。你别管打大还打大，中间那些哒哒哒哒哒哒哒都有，它都有一模一样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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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不是我的师弟，你怎么考的乐理知识？白队第一次挑战失败，现在请来领取你们的第二首歌。好，我这个太简单了。准备好，开始。OK， look。Yeah， yeah， and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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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完蛋了吗？已经完蛋了。已经垮了。I do the same as you. OK，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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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天耶，三月天耶 ，OK， go， OK， go， yeah， that's it， 我觉得这个应该能猜到 ，OK。Christina， 西湖美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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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天呢 ？Yeah， pretty good。西湖美景，家里有钱呢。这首歌绝对不可能错，行吗？找不回来。西湖美景，三月天美。西湖美景，三月天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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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对不对？确认你的歌名。我的天，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我的天，这首歌叫什么名字？No！ No！ 倩女幽魂不是，倩女幽魂不是，倩女幽魂不是，倩女幽魂。西湖有谁呀？西湖有个老人。西湖那个。官人，许仙，
新白娘子传奇。你确定吗？难道不对吗？那我们现在来公布答案。那是叫什么呢？那叫渡情啊。这首歌叫渡情啊。你们知道这首歌叫渡情吗？很遗憾，白队这首歌挑战失败。接下来我们请蓝队挑战。OK, Martin, Daddy 啊。有我会的歌吗？我会呀。开始，左手一只鸡，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咿呀咿得喂。左手一只鸡，左手一只鸡，左手一只鸡。哦。再来，左手一只鸡，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右手一只鸭，啦啦啦啦啦啦啦，胖娃娃，啦啦啦啦啦啦啦，胖娃娃，咿呀咿呀哎，咿呀咿呀哎 ，OK OK， 他不错，我跟你讲，这首歌，就算他们到这里唱的都非常好，他会知道歌名吗？OK OK OK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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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来吧，两人做出要打架的样子，很有杀气，行走的荷尔蒙。手手一起起手手呀呀呀，手手呀呀呀，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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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美味尽在安慕希，本栏目由希腊好酸奶安慕希独家冠名，本节目由前后2000万拍照更清晰的全新拍照手机 OPPO 21特约记录世界，记录你，本节目由有趣生活分享平台快手 APP 特约，节目指定主题乐园方特，方特成就欢乐梦想，极致音效，极致画面，夏普互联网电视旷视不框视赞助播出，打开手机淘宝，手机天猫，直接摇摇摇参与跨屏游戏，限时购优惠券百元红包等你抢，手手一起起，手手呀呀呀，手手呀呀呀，哎，这歌我知道，左手一只鸡，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呀呀，一直哟，是差不多。没事，你天鹅猜出来都没有用，我告诉你。对，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复杂了。左手一只呱呱呱。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两个人，你说出了四种动物的叫声，你呱呱呱，然后呱呱呱，哎呀，啾啾啾，哎 ，again， 左手一只鸡，左手一只鸡，哎，右手一只鸭，哎，手里头抱着半个娃娃呀，手里头半个娃娃呀，咿呀咿子哟。手里头装着呱呱呱，呱呱呱，你就
复杂了，我跟你说，你不要练这个。哇哇哇！哦，你就对了。一呀一呀哦。哇。啦啦啦啦，呱呱呱，有这样的歌。你会猜到的。一呀一呀哦。一呀一呀哦，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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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是啥？时间到，请热巴确认答案。不知道啊。那我们直接来公布答案了。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咿呀咿呀嘞。你看他的表情。这首歌叫回娘家，你没结婚不知道要回娘家。但是这个跟娃有什么关系？对，我想强调那个鸡和鸭。问题是它的鸡和鸭呀，出现了六种，一共加起来12只鸡和鸭。Oh my god！ 好，蓝队第一首歌挑战失败，现在请领取你们的第二首歌。呀妈呀！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嘿嘿参北斗啊，神仙只叫一碗酒啊。3、2、1开始。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大河向东流啊，大河向东流、啊。很厉害，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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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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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哭了，你看他表情，他哭了已经。生死只交一碗酒啊！你不要杀了人家，那感觉是不是？你不用，你不用，你不用，你不用摆 pose， 又摆 pose， 就是。生死只交一碗酒啊！这笑起来好变态啊！这个，我想说亚文想表示自己很亲切，但笑起来感觉也是很凶狠啊，很恐怖的样子。大河向西流，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看北斗啊。Yes。大河向东流啊，大河向东流啊，向东流啊，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天上的星星，天上的星星，参北参北斗啊，星星在这儿。当当当当当当。人家好不容易学了点歌词，他又变当当当。又变当当当，你到底是大河还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从那边到这边的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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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大河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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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哈哈好，倒计时。大河向东流啊，大河向东流啊，那个那个那看美酒啊，哎呦哎呦，这首歌叫什么名字？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好汉歌。恭喜你，段落和歌名都回答正确。你有我有，全都有啊！我们一起感谢一下我们这次的外国朋友，好不好？这个 ，Thank you， 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拜拜。现在黄队有机会获得 MC 提供的纯金的小金牌。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你的预感是正确的，冲啊！奔跑吧，布拉格！So if you wanna dance, the party never ends. So people put your 欢迎大家相聚在布拉格。今天你们将和一支由捷克各行各业兄弟组成的团队进行一场友谊赛。硝烟的味道。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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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哇哦，足球场哎，小鹿的主场啊！来，一二三，奔跑吧，终结友谊赛！奔跑吧，终结友谊赛！马上开始。首先，有请来自中国的。让我们掌声有请捷克的兄弟们。他们是捷克电视台主持人波尔卡捷克国脚斯拉维亚足球队队长斯科达，捷克小姐著名演员国脚秀华，职业网球选手法网美网男双冠军得主格洛伊，散打运动员世界散打冠军卡尔，著名演员博尔杰克。女的都比我们高啊，为什么都那么高？再次欢迎两队的成员，那我们今天友谊赛正式开始之前，我们有幸请到了中捷克州的州长亚罗斯拉瓦·罗克尔纳·伊尔曼诺娃女士和中捷克州副州长丹尼尔·马列克先生为我们这次友谊赛致欢迎词。哦，vítejte, vzácní hosté。Děkuji naši reprezentanti, přeju vám krásný díky a držte se. Máme dnešní první zápas. Zápas 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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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ápas. Zápas第三棒用沙包击落拼图，率先完成的队伍获胜。不知道那个指甲板什么感觉？那你可以尝试一下。你们俩没有试过的试一下。对对对。那个就跟撕名牌是一个道理。Yes。我觉得我砸那个东西真的准一点。你们打篮球啊什么？你们砸拼图，弄绳子可能我可以。我也可以。One, two, three, 奔跑吧，兄弟！
天，就一点都不疼，就往里头死往里冲去。加油！加油！你搞的没错。好协调。
我们不能让他们指点呗。没事，为什么会打结？没事，没问题。哎呦，没问题。我刚才也打结了，我刚才也看半天，知道吗？不大点事儿。太难了，这个真的。智勇障碍赛，游戏获胜的队伍是蓝队，恭喜你们！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0，蓝队领先。啊。我们要进行第二项比拼，守护球门，两队攻守交替，用网球拍守护球门。游戏共进行两轮，一轮游戏结束后，两队互换攻守角色，打进更多道具粉球的队伍获胜。哇，力量哦！这肯定是哎，这游戏肯定是他们赢了那。哇塞，他们专业的。小心被打伤，我就直觉得会被打伤。如果那沙包抱脸上就哦，死了。真的不能再输了，再输。哇塞，好紧张啊！怎么办？好紧张！哦，拜托了。手长，体积大的人手，这样身体至少能挡一点。灵活的，对，灵活。好手，好手。好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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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手。要推就是俩女生推，就不能一男一女推，不平衡。一会儿我们俩推吧，他们抽个手。出第一轮出战的成员，成员加油！哎，哎，你们俩不能太慢，但不要太快，但也不能太慢了，匀速，但不能太慢。倒计时1分钟 ，3, 2, 1 ，Go！这个人真的好不准！加油，强哥！三，加油，
厉害！还行，可以的，好像没那么多，挡住了好多，还可以，还好，这个推得好，推得特别好，非常好 ，Roman， very good job， thank you， thank you， 头都晕了，从那个绕完绳子我就开始在晕，太那个什么了，但我还不如去指压板呢，指压板起码快点。蓝队进球数33个。我的第一次射击。最后一轮，请双方派出球员。哎，现在什么人啊？送给他们就没问题。那是我们展开吗？我俩扔是吧？别着急，好好好好
battle, come on. 散打来了。派出第一轮出战的成员 ，baby 最前面，然后热巴。但我怕我会不会一下太野蛮？怎么样？我来吧，你来。好，来了。你想先玩 ？OK。加油加油加油！他们一直在看我们。加油加油！所以你一定要加油。请两队亮题板，决定第一轮出战的两名成员。好啊。Romic， White。Romic， 哦，哇！这下子差不多。Be careful. 好，请准备。Ready. Three.该派能撕的了，我认为。对，我先上吧，我怕你们
我觉得强的留在后面，对吧？我先上。你先上。啊、嗯。我又反正把你往后垫一垫。不不是我，是因为主要是力量太大了，我可能没有什么就是体型上没有什么太占优势的。没有任何优势。对。那没有难打。接下来请两队派出第二轮要出战的成员。有的时候就是一下，我输了无所谓了。不是，有的时候就完全不防守。OK， 一招制敌，小鹿，跳。一招制敌。往后，往后，往后。一招制敌。一招制敌。不防守，一招制敌。你的快可以的。哇，好紧张啊！你不要紧张啊。别躲，别躲，没关系的。三轮的出战成员，秀儿还没上呢吧？姐，我不知道，我害怕。早玩起来，你们先来，你们先来，你们什么？你们先来，凯开呗。请两队亮题板 ，3、2。也得爷们儿一点，也得爷们儿点。
不能太谦让。Ready, go。你这个时候做出的决定，你要负责任的啊！啊，不不不。他们俩感觉在跳交谊舞。Kiss him. Me? He can't stand it. Kiss him.第四轮要出战的队员。我们进行第八轮比拼，下一个。Oh my god！ 下一个，我们聊聊最后还是赶紧就爽快一点。我觉得下一个会很狠吧。下一把肯定特别狠，一定的。
来，我来吧。一定可以，一定可以，因为他们要赢。我觉得要先对方吧。不过他们一定会扳回比分。缓一下，缓一下。对呀、啊，所以才要打。缓一下，他就会把它撕掉。也 OK 了，把它撕掉都 OK 了。不是啊，那你万一来个大爽碰到他，就你上去就打架了。好，对我怕下一个打架。不要打架。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哎，总会有的。请准备。成员，
精彩，好精彩！手太长了，手太长了，你整个名牌，你整个连膜都没有了。哇塞！哇，Bravo！哇，太爽了，冰球。接下来我们请派出最后一轮出战的成员。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没事，拜拜。I hurt myself today.I focus on the pain. Nothing on the table, guys. The only thing. You may not be able to sit down for a while. My brother. No, just again. Just again. No, what the fuck are you saying?这是你自己选的路，贺。放松一下。哇！哇！你要赢了他。真的可以赢了他。因为他拉不住，然后就一把把他的那个把名牌撕下，还有而且可以保护自己。No！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场比赛。我，你从来没有这么帅过，你从来没有这么帅过，你从来没有这么帅过。
image. Yes. Of course. Yes. Good. Okay. C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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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 yo, yo, yo. I forgot that. Sorry.两队打平，目前两队的比分是2-2。好，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今天最后一项任务的比拼。杰克是啤酒的王国。啊！我喝啤酒。我。而现在正值杰克传统的啤酒节，最后一项比赛是。为友谊干杯，请来的是热卡。我真想心里暗笑啊！好，请各位准备。Ready? Okay, try.前后两千万，拍照更清晰的全新拍照手机 OPPO 21，记录世界，记录你，五亿人都在玩的快手 APP， 邀您马上回来。更多浓醇美味尽在安慕希，本栏目由希腊好酸奶安慕希独家冠名。前后两千万，拍照更清晰，参与互动赢取全新拍照手机 OPPO 21。奔跑吧明星座驾，由 SUV 驾控专家奇瑞瑞虎7耀目呈现，极致音效，极致画面，夏普互联网电视旷视不框视赞助播出。到哇哇，杨旭哥你可以啊，清晰的全新拍照手机 OPPO 21，记录世界，记录你，五亿人都在玩的快手 APP， 邀您马上回来。更多浓醇美味尽在安慕希，本栏目由希腊好酸奶安慕希独家冠名。本节目由前后两千万拍照更清晰的全新拍照手机 OPPO 21特约，记录世界，记录你。本节目由
有趣生活分享平台快手 APP 特约，奔跑吧明星座驾，由 SUV 驾控专家奇瑞瑞虎七耀目呈现，节目指定主题乐园，方特方特成就欢乐梦想。前后两千万，拍照更清晰的全新拍照手机 OPPO 21，记录世界，记录你，五亿人都在玩的快手 APP， 邀您马上回来。前后两千万，拍照更清晰，参与互动，赢取全新拍照手机 OPPO 21。另外的四位画中人，彩儿，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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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君，我跟你说，你摸一下他的这个，哇！哇！谢谢你啊，王力宏！我的天哪！在爱的幸福国度，你这个当中只有一组人可以找到魔环，永远获得自由。这么好的产品，只要998。不能无敌，这是我第一次崩溃。他怕什么？没有信心，没有胆量。不会吧？跑男来了！我的天哪，这样就有点过了。